有人知道这首歌叫什么歌？歌名什么？哎呀，还叫什么？叫什么？我知道。什么什么？解放队。答对了。谢谢你内行的，谢谢董听。董听，对。那欣雅要不要跟大家讲，为什么今天在第十八届同志游行要献唱《脸盲症》这首歌？你是不是认识很多男同志？因为很多男同志都不认脸的，认别的，对，认别的，对都不要问了，跳过去。但我真的很多好朋友都是脸盲症。不是啦，我说都是男同志，对，都是同志。对，然后我刚刚唱这首歌《脸盲症》，就是也是想要带来祝福大家，就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。对，就是不要被狭隘的审美观，然后来否定自己。就是我觉得人生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别人的想法上面，多放回自己，然后喜欢自己的每一部分，你就是最美、最独特的那个人。耶、yeah, ！哇，说得很好，真的很棒。听说跟我们今年的成人之美这个主题也非常相关。耶、yeah. ！那今天来这边，当然还是要跟邀请欣雅跟大家说，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现场的同志朋友，尤其前面这几个很疯狂，应该是你的铁粉，对不对？谢谢。站那么前面的，应该是下午两点就在这边了，就到。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呢？哦，就是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庆祝，就是同志大游行十八岁。然后其实我真的很欣赏，就是能够勇敢面对真实自己的人，是非常的欣赏，所以我觉得都应该每个人都要支持跟鼓励，是对每一个人的选择，对勇敢的做自己。对，可是欣雅在我心目中也是一个非常勇敢做自己的人，真的，我觉得在看着你一路长大。对，我四十几岁了，所以可以。叔叔，对，没错，叔叔。对，欣雅，我真的，我觉得欣雅真的我很欣赏的艺人，因为在那个时候愿意站出来的艺人真的还不是很多，而你勇敢的为了你心目中的价值站出来，我们给安欣雅一个掌声好不好？过去这几年，她一直跟我们同在。我觉得大家都为自己掌声好了啦。好啊，我为我们自己掌声好不好？好棒哦！对，好。要不然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最近看了一个电影。什么？就是刻在你心里的名字。有人看过吗？而且今天他们其实有来耶。有来对不对？我超爱，就我不是在宣传，我跟那部戏完全我也没演也没什么，就是纯粹真的本人非常喜欢，因为他是在讲以前年代，就是有一些旧有观念，然后很多人没有办法。就是用力的爱，然后隐藏自己的爱，我是觉得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痛苦，所以我觉得只不管性别，就是只要真心相爱，都应该要被祝福。然后大家可以赶快去看《刻在你心里的名字》，做个小超好看，做个小样，看过的举手好不好？哦，哇，这么多人是不是？那我刚刚就白讲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一刷不够，要二刷，要三刷，要支持国片，对不对？对，啊，记得要带卫生纸哦，太酷了，对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次再次掌声谢谢安欣雅好不好？真的非常谢谢她，谢谢她为我们带来非常美妙的歌曲，再次谢谢她。我们最后我们跟大家再说一点话，我爱你们。哇，谢谢，我们也爱欣雅，谢谢。浪妹再见，浪妹再见，浪妹，各位浪妹再见，谢谢，谢谢欣雅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讨论的议题。刚刚欣雅带来的歌名叫做《脸盲症》啊，脸盲症是一个病。讲真的，疾病的议题呢，在我们同志社群也是我们集体面对了非常多年的。没错。